你过来看，有人吼传这简讯给我呢。弟弟的回复电报没话过，你都得给错，他连家里是谁，作为团友啊。你是谁？是不是这个大哥？怎？哎呀，我做小三哦，是惊一条暗路啦，伤过高调啦，伤少年，伤冲动。这方才下来，真正是个卑鄙，不管走到倒位，拢要动我的路。多少个人？我就是三个人生出港的呢，啊，不过应该也太过较强啊。蓝调万，叶人更是强卡用，今仔日这个青年杯烹饪比赛，我吼去咱附近迄土地公庙遐，甲你求一个平安符，你问看。我阿姆替我求了这平安符，我今仔根本就安心了。你们想想在啥？蓝调万，抓去吃蓝调万。你敢伤害我嘛？我绝对会帮你刷。你的太太廖蒙芝今麦伫我的手头，但是爱我的命，也照我讲的去做。你敢未信？嘿，伊毋是要去比赛，你哪会往迄边行啊？跟弟弟行过来廖蒙芝家哦。蒙芝，你别惊，老公今麦就来救你啊！蒙芝，老公，信嘿。你哪呢？佮啥物讲蒙芝？小雨，快点蒙芝。谢谢。你看你们，我家里有吗？小雨。